知道最近内地有一个节目嘛，爸爸去哪儿，然后我看了一点点，然后我觉得非常的过瘾。其实我蛮有兴趣去做这个事情，我觉得怎么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，对我们来说。我儿子那个语言应该不通了，我觉得很遗憾，这个他普通话没有练好，虽然我的也不是很好，可是他的那个普通话要好好的加强一下。